在在全世界吃素的人很多，那么素食啊也成为了现代化饮食的一个趋势，甚至这个素食店啊越开越多啊，越开越豪华，那么素食的菜色啊也越来越精彩。但可是有人啊，他就说：“啊，你们吃素的人啊，心都不是很好。”那么这种说法太勉强啊，完全呢是出于个人的际遇啊，每一个人遇的人事环境不同，那么。可以说啊，现在吃素的不一定都是有宗教性，可能是为了健康啊，为了环保，或是为了这个爱心啊，也就是不忍心吃众生肉，都有它的原因啊。当然，你只要吃素啊，那功德都是非常的大，都有含摄到。利益众生的这个福报在你的饮食当中，但是素食不光是这个对我们身体有益，我们佛门吃素它不叫吃素，它叫吃斋，斋也就是斋戒的意思，这个斋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洗心，把你的心洗干净了，洗清净了，这是斋。所以呢，我们在饮食里面加入了戒，斋戒。那戒呢，就是戒律啊。因为像吃素啊，它这个饮食当中没有含有这个修身的道理在其中，所以呢，我们加入了戒律，加入了。这个佛教的这个修行的道理在我们饮食当中，所以吃素的时候就能够发挥洗心的作用。而像我们吃素佛门里面讲的素食，它跟一般的素食不一样，它不吃五辛，不吃五辛，这就是还有修行的道理在里面，在你的饮食当中。那么吃素呢我们同时还持戒，持戒就是持一般持五戒或是在六斋日十斋日佛菩萨圣诞的时候持八关斋戒这个八关斋的功德相当的大，也就是你过一天出家人的生活，这个八关斋，八关斋就是把五戒里面的不邪淫改为不淫欲然后后面呢再加入三条第六条呢就是不着香花幔，不香油涂身不歌舞唱妓，不顾往观听。那么也就是说叫你这一天你就朴朴素素的过不要有这些所谓使心散乱的活动让自己的心在这一天当中能够真正的清净下来这是第六条那么第七条呢是不坐卧高广大床高广大床，这个床在以前呢床叫胡姬胡姬就是椅子的意思也就是你们现在去看到的所谓的罗汉椅罗汉椅，那这罗汉椅很大可以坐可以躺这会使人心懈怠懒散，然后呢多妄念所以是罗汉才能躺凡夫不能躺这罗汉罗汉椅你们没有成阿罗汉不要躺所以这个罗汉椅那么在这一天也就是你不懈怠精进，但现在呢它的床呢
就是指你的这个睡觉的这个床啊。那这个床在佛门里面啊，它有要求的啊，也就是你的床的高度不能高过于你的膝盖。那么宽度呢，当然就是以一个人啊一个人为限啊，不是双人床，双人床太大了。那么这个床啊，然后就小小的，这是床，不坐卧高广大床，也就是你大于啊这个一般的啊这个尺寸的，啊我们看到了不坐啊也不卧，不卧就不躺在上面，啊这是第七个不坐卧高广大床。那么第八，这是不非时时，啊不非时时，也就是我们讲的过午不食，啊。跟日中一时不一样，日中一时是太阳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中午才吃，那么过午不食呢是晚上不吃，过了中午之后不吃。那么你们的同修持不非时时戒，不要啊想说过午不食午中午以前可以大吃特吃，然后胃吃坏掉，那就不对了。所以不要想说这个我过午不食啊，过了中午以后啊，那就我们就不吃饭，那中午就多吃一点啊，这样子也不是很好啊，对你的身心不是很健康。那么过午不食呢啊，就是那什么时候可以吃呢？早上啊，你手指头你的手掌心啊的手掌啊。现在有灯哦，你不能开灯哦，你要早上这个天亮的时候。什么叫天亮？就是你手上的这个手纹你可以看得清楚了不开灯的状况下就天亮了这个手纹可以看得清楚，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直到中午。那晚上呢晚上基本上反正才一天而已，一餐一餐而已，不吃不会伤肠胃反而呢有利于身心的健康。那这个是不非时时所以我们佛门里面的吃斋就斋香港人叫吃斋吃素，所以它含有斋戒的意思在里面，也就是你带着修行所以有人说就吃素的人心不是很好那是指没有修行没有转变他的烦恼习气，没有放下他的贪嗔痴。那么你们可能会想到为什么要过午不食呢因为佛告诉我们白天早上是天人吃饭的时间中午呢是人道用餐的时间，晚上呢是恶鬼道吃饭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恶鬼他福报不是很大，所以呢他没有饭吃。像这个恶鬼里面有一类鬼叫咽口鬼咽口鬼他的喉咙就细得跟针一样跟绣花针一样不是普通的针，细得跟绣花针一样非常的细所以他没有办法吞咽那么纵然他想吃嘴巴一张开吐的是火他会把他的食物全部都烧掉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用餐。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就慈悲就晚上不要吃，那么也避免他们呢心生嗔恨心生这个嫉妒就减少鬼道众生的烦恼那么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慈悲众生的缘故当然你晚上吃欲望会少妄想会少那么用功的时间可以增加可以变多不过现在一般道场都有开一个叫非时降非时降就是非时时的时候你肚子还是很饿那么受不了给你非时降，非时降，让你可以度过
这个晚上，减少了你的饥饿感。那现在道场大部分都开源，变成药食，要把药，这个把食当药来吃，所以叫药食。这个是非食食。那么佛门很重视这个过午不食，或是日中一食。那也就是说，在你饮食的当中，你不要起贪欲心，不要起这个种种的分别，那这是不非食食。啊，这八条啊，我们讲了后面的三条，简单的这样讲。那么这八个八条街，就像呢你坐火车的车票一样，你时时要吃什么，时时要在意，不可以想说啊这个是小街无所谓，就好像你火车你坐火车上了车，车票就往窗外一丢不要了，那你下车的时候你就会被误会了你是这个坐霸王车那这个也不对，所以这个戒律呢就好像车票一样，时时要带着，时时要保持这个才能够到达你要到的目的地，你才能够成佛做主。所以在佛门里面讲的素食它含有修心的功能，它可以调整你的贪欲，调整了你的脾气调整了你的烦恼，所以跟一般的所谓的健康饮食不一样。健康饮食它是针对这个 色身去做调整，我们是色心俱调更圆满。所以你在佛门里面吃素吃斋，那确实是这个世间呢最健康的饮食方式没有任何的医学可以相比。为什么？因为它调的是身我们佛门呢身心都调，把你的烦恼习气，把你的贪嗔痴大幅度的减少而且呢不会再增长为什么？你持戒有戒律约束你这戒律你们不要想说是约束它是功德，有防非止恶的作用，这防非止恶，你有受戒，你心里面你就有这个印象，我发了愿，我是佛弟子，我受了戒了，我要去持守。那你没受戒呢？那你就没有发这个愿，你就没种这个善根了，所以你的得恨你的行为就没有办法像佛菩萨一样。所谓戒是佛行佛的行为，那么有受戒的这个有他受戒的功德，你们不要都看这个没有持好会有很严重的果报没有持好有没有持好的果报，但是呢不受戒呢那果报更惨这佛在经上讲有戒可犯名菩萨你们有受戒无论是大菩萨小菩萨都是菩萨那无戒可犯呢名为外道那连菩萨这个我们讲的连菩萨你都当不上你是外道吗？所以呢在佛门里面他这个吃素是有修养是这个能够帮助你道业增进能够有成就的，所以跟一般人不相同跟一般只是为了自己色身健康的他爱的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顶多呢他的心在攀援在扩大一点去照顾到他的家人，照顾到他的儿女或是先生那也就这样而已希望他们健康长寿所以他吃素，但佛门的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认为吃素的人心不好那在佛门里面这个话不适用吃素在佛门里面
它是一个相当圆满的一个饮食方式因为呢他这个从不杀生做起有慈悲心不愿意恼害众生那么后面的道淫妄乃至淫酒都是不恼害众生作为账本依这个不杀生戒而生起来所以在佛门里面吃素这个跟一般的不相同它是功德而且呢它能够带领你出离三界六道轮回有些外道他也吃素但是呢他不能出三界为什么呢用心不同用心不同那佛门里面呢他的用心是告诉你可以了生死可以出三界你放下的呢是你的贪嗔痴放下的是我执我见所以跟外道吃素也不相同所以这个是佛法里面素食殊胜的地方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心都能够吃素这吃素是佛弟子必要的心在佛在楞严经讲你不吃素不是佛弟子你自己说你是释迦牟尼佛不承认这个是佛在经上说的有人说那个是佛对出家人说的在佛法里面修学很多菩萨他是真正的出家虽然他是在家相所以你们想要当菩萨想要做如来的弟子甚至你想要做弥陀弟子那你必须得吃素广清老和尚讲他说这个素食非常的好一个人只要这一辈子不杀生能够吃素他说他不会造什么太大的恶业那么临终往生净土必然是有希望的如果你不吃素造种种的恶业这个杀生这是最大的恶业你杀生那必然障碍你往生临终的时候你的冤亲债主我们现在不要讲临终现前你就会生病现前你的身体就会不好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没有做无畏布施你吃众生的肉你让人家这个妻离子散你破坏了人家的这个家庭你让人家这个亲属分离你去看看地藏经若于汤火斩灼伤身者说骨肉分离报你去吃众生的肉那你家庭必然不会幸福这个是真的所以你看现在吃肉这么多台湾这个杀生这么严重什么最高离婚率最高你看跟今天讲的一模一样完全相同这个是因果报应的丝毫不爽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发心认真努力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